是你要找吗？但是你想直接找个综合那个能唱歌的，吃不了多少，就你仨死在外不吃了，在外不吃，现在没有啥条件。我是凑合吧，咱吃完那种去酒吧喝杯酒聊聊天就差不多。倒也是，现在你们俩都已经吃的差不多了。你俩什么时候吃的？几点钟？四点。你说就差这一会儿了。俩点，他吃了三碗饭，就等你了。等你呢，快坐下吧。明明男朋友，明明男朋友，娇娇男朋友，都没有名字哈。对，都是代号。你们就不要想什么什么那个少伟啦、龚守娟了，你们就是我们的代号，娇娇男朋友、明明男朋友就 OK 了。还有我，你今天没带包啊？没有，今天的少。我今天放没包，今天没啥衣服。点菜吧，点菜吧，点菜吧。你稍微再想一点。啊，这个是。你买我一个。不是大点的桌子了吗？这是一个宝箱。看吗？是吧？什么时候买新领带？他的是最旧的了。听说还是狼送的吧？娇娇。我把郭宇军的给你吧。啥了？你不用筷子。你不饿今天？